光。五六七八。你俩在干嘛？哎，王老师来了哦！王老师来了！博打好，博打好，博打好！挺好的，我觉得。就是再齐一点就好了。这就看着我，再提点就好了啊！那个，你想那个，刚才那个，音乐大家肯定都熟悉了嘛，就是动作也都熟悉了，就是主要就是大家角度上的问题。哎，就比如说打，就是从打到这儿45度到中间，然后再到上面。还有比如这个，到底是左右还是只是前？还有就是一些拍子的点，每个人打的就是点不太一样。所以你给我们定一下吧。都可以，主要是大家整齐就好了。主要这个就是大家喊拍一起顺一下就很快就好了。那咱们从头，对，从头来 okay, 好啊，来 OK 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，这个要快，啊对 ，one and 七 and 八，对，哎，这里是 and 五 ，and 五，你看角度，到底是冲前指呢，还是冲45度指呢？重这个第一个脚是落在重心在左边，然后再跳回中间，七，然后再落脚，八，手是这样敲的，不是直接指的，是这样，对吧 ？and。然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差不多，这个脚步可能要统一一下，因为可能有的人做的不是很稳，就是，蹦蹦，脚是要稍微顶点胯的，大，大，嗯，然后顶胯，哦，顶胯。想想这比赛，对，脚尖要有力量，不是只是摆在这儿，要踩在地上，踩稳，咚，咚，砰，砰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来了，因为还挺不齐的，我们就是一起就是把角度对一下就好。来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你看这里手，有的人是先落了，有的人不落，所以说这里要定。你给我们统一一下哪个？那就两拍落，一二三四，再来，一二三四五。王老师，你手又没落啊？没落就落下了是吧？对，要落。OK， 对。一二三四五六。不对，来听老师说。三四五，慢慢下，不是就你刚刚又变成收了。一二三四，好吧，这每个人习惯不一样。再从这里，从这里。一二三四五六。又不统一了。又不统一了。刚才这个手的地方就没有统一，然后还有上手的那一拍也没有统一。因为我刚才提了，大家所以说。
注意力还要看到看镜子，不要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因为大家现在需要统一，需要整齐嘛，所以说要看镜子，看大家差不多落了都一起落，所以说这是镜子存在的意义。我们要不要再顺一遍音乐，然后就去舞台上走台了？哎，这么快？我们再练几遍，我们就过去。来，准备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的。七。走。二。七八。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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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。来，我们再来一下吧。来，我们要去舞台了，我们要去舞台了。完蛋！先放一个音乐，看音乐怎么变。好嘞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这个鞋怎么撕不过来呢？撕不过来，我刚一撕给我差点摔了。忘了，乱了，全乱了。五、七、八。